生了娃当了妈，大小 S 再出山却依然是充满少女感的姐妹花。最近姐妹俩同时爆出最新时尚大片，一个优雅知性，一个狂野性感，颜值跟着年纪一起在长。只是大 S 这脸上仿佛面膜没洗干净的一圈白线，难道是重塑脸型拉低发际线的最新手法吗？虽然姐妹是亲姐妹，但两个人的风格从造型到采访都是大相径庭。大 S 温婉，小 S 依旧火辣。谈起在流星花园中的客串，小 S 直言自己内心早就飙过脏话。她到底是演赵明思的妈妈还是演赵明思的姐姐？那个时候我就看心里有蛮多脏话飙出来了。说到自己私下的状态，更是偶像包袱碎成渣。个人不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一只猪。相比之下，当了妈妈的大 S 越来越温柔了，谈起迈入40岁的感受也是浑身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。后差别更大，就进入到四字头，内心就是更加的感谢这个世界他们对我的包容，人也变得比较温柔。不过41岁的大 S 模仿起来依旧手法娴熟，演技爆表。这不，模仿起小 S 醉酒的样子，简直就是妹妹本人。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？我现在3个女儿，我也很好啊。模仿起徐妈妈也是一秒老娘上身。哎呀，自摸！我说你们就不用跟我打了嘛。哎，真是的，好，待会请你们吃饭。最后当然少不了老公汪小菲，真女儿控，网友们一起来感受下。想不想爸爸？想不想啊？你说说看，爱不爱爸爸？你说嘛，说啊。这个滚也是掷地有声的点睛之笔了。虽然从出道到现在已经足足有25年，但确认过灵魂，他们还是当年的美少女组合 ASOS 没错了。